深圳东门无奇不有，上次我哋爆咗李超人间超市有成条鳄鱼摊喺度买，今次又有佢嘅嘢。各位观众，有请东门六师弟。近排东门兴串烧舞，呢、这个几次六师弟嘅肥仔都落场再兴，仲唱翻几句噶。唔够口，仲有秘密武器。师弟个肚腩跟住音乐跳动，好有节奏感噶，睇得好开心噃，仲有游客想影相添。隔篱位人兄咁淡定，唔俾面咯。但是我自己创出来的，自己独创的舞蹈，因为我喜欢这样，我听到音乐，我的身体自己就会颤抖起来，这是个人自己发挥出来的。你会穿这个肚兜吗？有心，可爱啊。显示我的身材吗？看到六师弟成咁嘅肚腩，啊唔系，系肚兜，真系睇到人热血沸腾，滴晒汗咯。